密欧 ，Many Yo， 今天一样来处理肉油部分，其实跟 Many 一百一都一样是通病，大致上就是下方一样，前端会肉油，这边都是油渍。气缸盖头端，那确认别的地方没有完全湿式的漏油，那表示就是真的是气缸盖前端垫片漏油，我们就更换吧。
所以就是换这块四级气缸盖垫片跟四支防油螺丝。这样就可以叫客人来叫车了。客人的刹车拉杆感应器也不好，傻眼。发热之后再过一阵子直接看有没有叫客人再起，看有没有剩油。